各位学家早安啦！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这次世界赛的第三天 Day 3的一个比赛。那目前呢，今天有来到 Day 3的赛程呢，只有我们一位的来自孩童组的钟彦卓。在彦卓准备进到八强的比赛之前呢，会需要一点点的时间做一些准备。那在比赛开始之前呢，就先带各位来看看今天 Day 3的会外赛有哪些行程吧。我们现在在宝可梦教学的一个区域，哇，里面超级多人在学啊！没错，而且我刚刚看里面好像有一个区域是有30张套牌的一个体验，然后好像还有一个类似在模仿我们在本传游戏里面会出现的集聚战，就是会有好几个人坐在一桌，然后去进攻一个大 boss 的感觉。哎，听起来很有趣，那我们现在马上进去体验看看吧。哎，我们刚刚有参加了这个算是超级巨的团体战，可以看到这一只皮卡丘 VMAX， 它的 HP 现在有1400点，超级高哎！对，它的玩法就是你要跟你的好朋友一起组队，然后在那个圆桌旁边呢，会搭所有人围成一群，就像我们在游戏里面参与集聚团体战一样，一起进攻，对，一起进攻，一起使用自己的宝可梦，然后组成一个队伍，然后想尽办法把这个 HP 非常高的1400点的 HP 的皮卡丘 VMAX 给清理掉，就可以获胜喽。嗯，这样的新手教学真的蛮有意思的，而且真的是第一次看到有一只皮卡丘 VMAX 它的 HP 竟然可以用1400点，可以合力通关的感觉真的蛮不错的。而且我刚刚还被他的第三招这个150点的伤害给气绝掉了，天哪，太强！强了吧！我只能说，这个集聚团体战真的是要大家一起玩才好玩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在我们的场边呢，捕捉到了一位来自台湾的训练家。那先请你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猫。哎，小猫你好，想要先问你一下，为什么会想要来参加这一次的世界赛的算这个伦敦 Open 呢？哦，我一方面是陪我朋友来参加啊，另一方面是我虽然没有世界赛资格，我也想要体验跟其他国家选手交流的感觉。哦，那你有遇到什么特别有名的选手，或是现在目前战绩如何？我目前打到第三轮，目前是2胜1败。那我有遇到。有上过第一天上直播的选手哦，那你有赢吗？有赢啊，有赢，那不错嘛。OK OK， 那我记得这个预赛今天要打7轮嘛？对，今天打7轮。那现在目前你2胜1败，我觉得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哎，那这边想要问一下，那你今天玩的是什么样的牌组呢？哦，玩的是纯帕路奇啊，它是由骆驼五加豪借给我的。嗯，哎，那你的牌组去哪了？不见了。帕路奇啊，在这个环境里面算是蛮强势的，也蛮适合来打比赛的。对，遇到飞翔皮卡丘就会被电烂。好，刚刚你有遇到吗？没错，好，所以刚刚那一败就是飞翔皮卡丘赏给你的。对，哎，不过我看你手上这张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这个是我今天参赛甲开到的。哦，你看前帕路奇亚 V 的 S 啊。没错，没错。那看起来你跟这个起源帕路奇亚应该还蛮有缘的。那祝你接下来的伦敦 Open 的赛事可以一切顺利喽。谢谢。那我们就继续来看一下接下来的赛事吧。耶！来，彦卓，你手上抱的是什么呢？儿童组四强的奖杯。哇，各位观众，孩童组四强 WCS 2022年的奖杯，我们台湾选手第一座，有没有看到？哎，我觉得你昨天在高压的环境下，一直到今天打完四强之后，你觉得说哇，
有没有那种感觉是已经解脱了？有，非常的开心。志强遇到那个选手，你知道他是哪里的吗？加拿大的吧。哦，加拿大的选手是不是？因为我看到他是使用起源帕鲁奇亚 Vista， 那你使用的是算是纯阿尔宙斯 Vista 的牌组，那你这样打起来感觉是怎么样？非常的难打。但是我听说你 Day One 第一天的时候，其实已经遇过了七副的帕鲁奇亚 Vista 了。有，是打到六个日本。所以你对这个对决的理解应该是相当的熟悉，对吧？对。那你有没有觉得说你在四强的时候有没有哪一手是做得特别漂亮，或者对手哪一手做得特别好？对手使用老大直径抓出我后排的切面 B 一，打了120，并且在我后面的切面 B 一身上打了20点。哦，他做这个手用意可能下回要来个 double kill 的感觉，所以让你说，就算不管派谁上去扛的话，下回都被弃绝，然后就输掉比赛，对不对？我从头到尾看，觉得对手那一手真的是蛮厉害的。不过你也顺利的拿到了我们四强的奖杯，对不对？那最后我要请你跟台湾的训练家讲一些勉励的话，希望明年能够有更多人来和我为台湾争光。那我们赛场上见。啊，因为你已经有2023世界赛的资格了，那我们就再次恭喜彦佐获得我们这次2022世界赛孩童组的四强哦。
拜。